林开拓又没来，他这是不准备来上课了。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？要我说，你们两个干脆直接打一架得了。算了吧。喂，怎么了？哎，抓着谁不做眼保健操了？啊，谁？谁？ 这帮还挺认真，走吧。林开拓，不愧是学生会主席啊，真是大人有大量。不是我说，林开拓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都多长时间了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啊？ 我们上高二的时候你就上高二，我们都上高三了，你还上高二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这么下去，大学你都考不上。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们不是你朋友是吗？朋友？我可没他那么装的朋友。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滚！啊！ 你们俩没在一起干嘛？打群架？啊？林开拓，怎么回事？是，我就是看不惯装的人。老师，我这几天肚子实在不舒服，他们急着送我去医务室呢。真的？嗯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有什么处罚你趁我来啊？ 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说话跟个混混一样，上课上课不好好听讲，现在还学会打架了。等放学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小小年纪哪来这么大脾气？老师，学长吐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啊。 感觉不太好。来，把他送去医务室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啊，你怎么又吐了呀？他眼重了。老师，放心啊，没事儿。这么假还想骗老师？一会儿再好好罚你们。智商，把这里清扫一下。其他人继续做眼保健操。好了。多亏这个下面秒的配合，要不然开头又得被记过。我说你能不能别老这么惯着他呀？这件事情本来我也有错在先。我真的。好了好了，哎，你回去记得给开拓打个电话。你也知道他不会真的生你的气的。我不打，要怪你自己惯着他。下节课篮球课，我去打球了。哎，打球不带我啊？ 你太厉害了，怕你抢我风头。行。哎，你去。不了。你还跟我生气啊？哎，这个演戏得演全套，我这不是刚吐吗？打球合理。哦。一会儿，你再给我带两罐八宝粥。干嘛？就。 刚闻着还挺香的，那么恶心！哎，还有薯片、可乐，没钱不买。